第三王宫，新老三王宫，新老三王宫，啊，过来安三王宫，安三王宫，啊，过来咱的第三王宫，第三王宫，啊，过来是咱的侧边的老三王。 啊，过来就首先三王公，好，咱所有的这个星球就位，三位的星球就位，啊，准备咱今晚要来，啊，今晚要过会哈，啊，主管这个过会仪式。那么现在咱现场听到咧滴滴叠叠个声，这是夏阳蜜的结果哈，夏阳蜜的时阵，啊，这蜜都着火堆，然后咧产生爆裂哈，变成爆米花了哈，啊，所以。 啊，可见呢，伫这个啊火烧顶悬，伊的温度是非常的悬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所谓这个岩壁下来了后呢，啊，拢啊产生这款生响，吼、哦。那小等的呢，这个啊火火的定数呢，那一般来讲呢，啊是由当地啊修啊这个啊火火，然后这是分庙的这个神明，啊，过来这是幽宫。 啊，啊，过来这是幽灵，这个啊，佛啦，啊，啊，最后这是由民众来跪会，啊，一般来讲呢，啊，伊的这个顺序是安尼。好，那么现在咱所看到的是这个啊，要跪会这个队伍呢，已经啊出这个啊会场，然后呢，是伫咧咱的庙的正手边遮呢，啊，来进入这个现场。咱现在看到第二遍。 第二处的这个向阳蜜啊，第二处的向阳蜜。啊，咱秋下新村的工作人员啊，赶紧来，甲咱这个向导大家哈啊，甲咱的啊桂会新村啊那个请起来，哦，秋下新村的工作人员啊，马上哈、啊，马上到咱的向导大家哦，甲咱的这桂会新村啊请起来，哦、啊，咱参与咱整个绕场，哦、啊，参与整个绕场。 那么过会诶，这个迄步呢是啊进啊上，就是讲要有右步四步呢，啊每一步爱倒稳，千万唔通跨大步哈，啊用走诶啊先过大步啊颠倒容易跌倒啦吼，所以呢是四步啊四步来练啊。